哎呦我的妈！MCU 又延长了，家里老的小的心情都很郁闷，所以带他们来海边野餐哦，而且还准备了他们喜欢吃的食物。我说啊，野餐地点不是重点，重点在于你的心态。只要餐餐吃得健康，把心打开，宅在家里也能宅出个境界。我们先来做简单到三岁小孩子都会做的 chocolate banana 三文治。把 chocolate jam 涂在面包上，一片铺上香蕉，一片铺上核桃，两片面包合起来放入面包机烤一烤就完成啦。再来做可以刺激味蕾的黑椒意大利面，水滚后加一勺盐，意大利面烫熟后捞起备用。锅热后倒入橄榄油，再放入蘑菇炒个一分钟，倒入以黑胡椒酱、糖、酱油、加水搅拌好的酱料，酱汁滚后加入灯笼椒，再炒一炒，最后倒入意大利面搅拌，让面条吸收酱汁。油热后放入金针菇煎至金黄色即可，放在意大利面上，好看又好吃。最后来碗雪耳桃胶糖水慰劳自己吧。锅中的水烧开后，放入泡好的雪耳及莲子煮30分钟，之后再加入红枣、龙眼干及蔗糖，再煮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放入泡了一个晚上的桃胶，再煮几分钟。最后关火前加入枸杞，搅一搅就 OK 了。巧克力吃了令人开心，香蕉帮助消化，核桃补脑，从上补到下，黑胡椒含钾、铁、维他命等营养，蘑菇加灯笼椒的高纤维组合，不给健康点个赞都对不起列祖列宗啊。桃胶可说是素食者的燕窝，含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等营养，具有清热止渴、润肠道等功效。与其无法改变 MCU 再延长的事实，不如继续发挥厨神的力量，为家人的健康把关，记得常常给自己点个赞哦。